短短一條嘅吉比利街上環裏頭嘅時候，數落去有12個門面，唔好計啊，樓上嘅酒樓啦。12個門面入邊嘅時候咧，10間都係找換店，有2間執咗，但係10間都喺度營業緊嘅找換店。今次講嘅就係冬季人民幣找換店呢間鋪頭，成交咗1600萬，市傳啦。记得在上环苏杭街，我们盛汇有间新式素食店放售，两个铺位加埋3800万，有兴趣联络我们啊！哇，对对对啦，上环找换店街啊，冬季人民币找换店就啱啱收到风，就成交咗1600万啦，市传啦，未注册，但系转入俾你睇下，啱啱电车路个位。依家讲紧晏昼嘅4:05啦，对面咧就讲紧顺德中心啦，咁啊呢个就电车路转入嚟，就叫做吉卑利街。話咧就話呢個德輔路中，實際上咧間鋪咧就喺呢個德卑利街，咁咧就係間鋪咧好多車啊！好嚟到呢度嘅時候，睇到咧後面呢一個嘅叫做冬季人民幣找換店啊！哇，啱啱好多車經過，擋住曬成個門面。Anyway， 第一賴咧全部咧數落去嘅時候咧就講找換店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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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換店，就呢度數落都10間找換店噶啦，影成龍大廈先。呢個冬季門闊大概9尺啦，深大概10尺到啦，圖紙你見到噶啦。話咧就話呢個嘅德輔道中，咁啊實際上咧就向呢個吉比利街呢度嘅，咁就個呢個人冬季人民幣酒店咧，呢個就呢間鋪，咁就講緊係 D1 鋪啦，咁就個我手上面有嘅租金咧就講係27000蚊，成交咗係1600萬，回報低喎，2.02呢度嘅啫喎，咁啊細細個鋪頭仔啦，樓齡就49年，原本業主超級長情啊，85年嘅時候咧就用81萬買入嚟啊。咁2.5呢個位要租30000蚊，同埋可能有啲難度啊。咁但係好細間鋪嘅啫，9尺面到10尺深度啦，大概。影多一次樓上啦，呢個位樓上就係一個酒樓咁樣咧，就上精管啦，我哋個澳洲嚇。三大優秀咧，全部都係酒換店，細細間啱細咯。但係最近我諗你知道酒換店生意比較走下坡啲，所以變咗前面有啲酒換店呢度咧都有啲吉鋪。呢度之前全部都開曬嘅，而家又都執咗，連續幾多間啊？淨係呢條街望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啱啱10間，加埋有2間就掛咗牌，12間。咁啊，所以就注意事項啦，或者就係找換店嘅時候，個前景係點啦？咁啊，而家比較走下坡啲咯，同埋間鋪好細間咯，前面好難企人嘅，有雙黃線，有條行人路有窄，咁之後等有電車路位，其實呢啲位我都唔明邊個好難做生意呢啲位。但係點好咧？1600萬唔平喎，我估唔係呢口價，我估唔係。如果5分蝕，10分超筍，1分收手嘅話，呢啲位如果1600萬呢個位唔平喎，唔平喎。呢個唔平喎，總之唔平啦，我感覺。一個3分半4分位咯，唔平咯。但係點好咧？買家計掂佢條數咯，各位買家。